我说赵姐，今天想烙饼吃去了，我想买点韭菜去。我俺家有韭菜，上俺家割去吧。你家有啊？俺家有。呀，还是养养还好。那你家有不用买去了？嗯。上俺家割了给你吃啊。啊，好呗。嗯，走吧，上俺家割去吧。一千多了，一千多。切到最里边的，咋割都行。咱都切到最里割，不好再杀。这够了吧？先割的。哟，这辣椒真大。咱这辣椒好了哈。下雨下的好。咱单位种的不是那很辣的。来吧，丢辣椒嘞。没有他干，我给你吃了。